来一高中繁星推荐与大学独立招生同时放榜，总共有25位学生考取大学校系。原住民实验教育班录取率高达90%，其中拥有中高级族语认证的林英杰同学热爱语言文化，这次同时考取东华大学及高雄师范大学，未来希望继续精进自己的族语能力，成为推动族语的种子。像是有一些语言学的一些弹性选修课程，然后让我可以多了解自己属于自己的文化，然后在当时独招的时候的一个面试，让我能有这些基础，然后能够就是讲出来。在原住民文化课程教育当中，语语也非常的充足的养分，将近呢有16个学分的陶冶，形成了一个非常正向的学习牵引，尤其是学测成绩也表现得非常优异，因此很多同学可以过非常顶大的门槛。另外，来义高中体育班也有4位同学考取大学，曾在全中运举重项目打破大会纪录的高家辉，很开心考取心中的第一志愿台湾体育大学，未来会在举重赛场持续挑战自己。真的很开心啊，因为就有被录取到，未来就可能会先努力的去拼。亚锦赛或者是世锦赛。来义高中原住民实验教育班过去3年以文化艺术为学习主轴，未来将新增原住民科学班，希望在自然科学以及资讯教育领域培育原乡理工医师的未来人才。原新闻巴朗，屏东来义，抢不到。